严爵女友二选一，严爵选到小易的话，我们就是从天而降会有一大桶水灌在那个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没有被选到的身上。然后对武迷来说，完全的就是一个非常特别，就是在发光的地方。发光，对。那我现在好奇问题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在荧幕上跟本人差落差很大？有，我那时候就是。进行了小记者之间的小 Q&A， 那我们接下来先进行第一题哦。最喜欢哪一个片段？好难，可以用写的吗？对，用写的。但是他已经在这边十年，他才可以写出来。我可以写出来，十年。你知道以前那种死海吗？而且以前的回忆很疯狂。对呀、啊。真的，以前的玩具多，超 crazy。但我还是想选择到我选心中的第一名。一二三，噔噔。资历十年的小记者。这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 part 哎，澳港变香港，而且你好像也穿这样子。那天有穿鹿港 T， 就那天我有要骗林思雨说我们要去鹿港出外景，然后结果其实是我们要去香港看五月天，原本是两天一夜的行程，但是我的那个工作大概是到机场就完成，因为后面就是有点开自动挡，整个高潮就在那个车上，而且我们还前面还铺了一个什么会，而且我在这边可以爆个料，因为这个我好像从来没有讲过，因为当时林思雨就还有他不是要写 rap 吗？对，他还先传给我，就说好，你觉得这个这样子写就是可以吗？因为小一他们说什么到时候鹿港那边会有人来。对，我们说有政府，我就是骗他说那个政府人员看到你的 rap 很喜欢，就会写一段讽，为了鹿港歌颂鹿港。看到那个讯息，我真的笑到不行，然后还回答说，我觉得 OK 啊，就是这样子好好表现，到时候可以拿到更多的机会什么的。又鹿港，我爱鹿港，一府二鹿三猛展，我爱鹿港，我爱鹿港。但其实我不是要去鹿港，而是要去香港看五月天的路上。谢谢林思雨的贡献。那我写的是这个，这两个我都很喜欢，我有点难抉择。第一个是严爵女友二选一，小易跟娟姐就是去，因为那个严爵的跟他先约会，对，先跟他一日约会，然后就要让严爵去选说他喜欢哪一个女朋友。重点是严爵本人不知情，可是他们都知道哦。严爵选到小易的话，我们就是从天而降会有一大桶水灌在那个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没有被选到的身上。严爵选了娟姐，然后结果他整个就是一桶水淋下来的时候，严爵整个大笑。因为全场只有玩鱼的工作人员知道，相信音乐所有人都不知道。谁是金鹰奖最佳女友？请选择，请两位揭开眼罩，恭喜君哥。花了一片之一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法拉利姐的颁奖了，这也很好笑，就是也是她跟娟姐两个人，一个人因为那时候要颁奖给法拉利姐，所以你们一个人扮许纯美，另外一个人扮惠子，两个去颁法拉姐，而且他们开场就会有那种欲望城市的那种感觉，三个人一张进场。就同事在二楼那边讲说，你们会有报应的。我的第一个是我们有曾经扮成熊猫去访那个全班变态了，对，就我也有参加过。因为我们玩就是有一个病，我们去专访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那种出其不意，然后让那艺人非常印象深刻。对对对。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演的那部电影刚好是跟那个黑白电影有关，反正我们就想说，那不然要不要扮成什么黑白什么的？然后我们说那就是熊猫啦。然后我们就说好，那我们就借熊猫的衣服。然后借完之后，我们就想说应该是这样。然后因为他是那种很狠的，他要就做全套，他就说脸还要画熊猫
包装，所以我们脸上涂成那个熊猫，就是黑白，它那个黑白，它那个头套是有套头，所以我们脸是正常的。我就说这样没有黑白啊，这样哪有黑白啊？你知道那天我们到现场，因为我是就是要仿照，还要跟他们对，然后他就先在旁边那边。然后我就说我自己要画到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没画，他说我帮你，然后就在那边画。然后白头本人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他一进来看我们，他整个就是吓到。我们让他可以哦，不会想，不会笑场，还是分析哦。这都应该一下。而且最好笑是因为我们难得可以跟板口拍照的样子就是熊猫，所以他从到就知道我们长什么样。可是你们以后有机会再见到板口本人，可以拿那个照片跟他相认，他应该很有印象。对。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有曾经扮成古装仿那个彭于晏，这是这一系列的开头吧？彭于晏他演那个黄飞鸿，就是古装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要扮装去，然后我们就想说扮成里面的一些角色什么的，然后就扮成里面 Angelababy 的角色。重点是我们除了扮装之外，我们还有情境，就跟那个电影公司先套好说。等一下那个彭于晏先不要跟他讲我们扮装，那就是他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他一进来，我们就要说，我们今天就要是跟你 PK。天哪！我们今天不是来访问的，我们是来打架的。黄飞鸿要怎么过来了？他才喜欢的。可以。那个访问一结束之后，彭于晏一出去，我们就听到他就说笑死了。而且，然后从那一开始，我们很多电影专访都被那个电影公司指定说，对，那你们这一次可以扮成林娜，红衣小女孩，对，我们扮成那个鬼，还会营造鬼的那个飘感，然后还用撸进去的，就是好像滑板车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想说，我们已经知道有别人扮过红衣小女孩，我们就说不行，我们真的跟他拼了，我们就想说，那不然扮那个西洋的鬼跟东洋的鬼，哦，对，扮贞子，然后我扮那个安娜贝尔，而且杨丞琳以后看到我都说。安娜贝尔，他叫安娜贝尔，他都一直说我是安娜贝尔，他就记住那个。那我的呢？其实我的其中有一个也是扮装，就是我本人扮成陈怡。这应该是曾之乔来我们节目崩溃的第一名吧？对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扮成，因为那时候陈怡演那个扑通扑通我爱你，然后那时候就扮成他穿那个厨师装出来。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可怕了。我跟你一起扮装啊！对，其实这个扮王子。我想我忍了，爱正在发生。其实我们的矜持是一波接一波，还好，神秘嘉宾。好啦，应该有一点神韵在。我想要扮王子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扮，人家红牌。然后你那阵子还有扮过很多，扮狗啊，然后还有扮杨一展，还有扮狗，哦，杨一展，对，会耶，他扮杨一展超像的。这边篇幅会不会太多？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俊跟假发跳在茶水间 KTV 小雨那一集，他唱着唱着他的假发就掉了。等一下我假发，许个愿望，因为哎那太低了啦。我那个片段我还把它截出来放在手机。三步的姿势，我再拿出来看。我觉得前面讲很精彩，但我可能要请你帮我跟他解释。我对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是金家好媳妇？对，你永远在我的内心留着。你可能要分享一下当时，就是金家好媳妇站在昂档，很热很夯。然后那时候叮当要来宣传那个搭错车，对，金家好媳妇，金家好媳妇翻拍的感觉。然后我就是饰演里面一个渣男的角色，心柔，恭敬平安啦。当初是我在拼竞选的时阵，你若是有在我的身边，好好跟我斗三工，而不是让秋怡在遐拼死拼活在跟我斗三工。今日代志嘛袂安尼啊。我们那个翻拍的戏剧非常的成功，后来真的遇到超多的人都问我说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拍第二集？每次遇到叮当，叮当姐都会说，哎，我们什么时候还要再拍第二集？真的，都已经夸张到演完了。这个画面真的，就是我现在立刻第一个回想的就是，看我最印象的那个《玩鱼奇客》吧。哦。我觉得两集我都有看哎，毕书尽跟炎亚纶的，我觉得就是毕书尽那个真的是。很用心。那亚纶那集你有看吗？我觉得这好像应该是徐文杰。
包皮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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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